大队接
大队接，因为我们那时候还因为这样，然后我们就去测测那个，然后测每个人的秒数，对，然后去排每个人的位置说，说哦，大家对对对，可能快的，然后接一个稍微慢一点，然后再接一个快的，很认真耶，超认真，超级，而且我觉得你们策略很棒，你们一开始那个跟粉丝先沟通的那个策略，然后就让你们的接棒都很顺很顺的，对，我觉得你们很厉害，你们的粉丝也很厉害，真的。100分，因为有一半是他们嘛，对不 对, 对, 对？所以如果他们没有跟上你们的脚步的话，也不会表现得这么好。我真的觉得很厉害，很厉害。大家给自己的掌声好不好？耶、yeah, ！我们是心有灵犀一点通。那反过来有没有什么项目是今天觉得啊，事前练习明就很 OK， 但是正式的时候没有做好，下次要，譬如说卷土重来要复仇的部分有吗？没有想象到会有，没有想到会有身高问题。对，因为我们觉得是浅浅的碟子，然后去找，可能什么脸盆之类的。对，就是一个大箱。我也没有想到，说实在的，我听到了说，哦，那应该会脏脏的吧？想说不是脏脏的问题耶，对，是弄不到的问题嘛。然后我就说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因为我看第一轮，我已经觉得很可怕，我说他根本都弄不到，我怎么可能弄得到？然后我是整个脸盆都拿起来就还弄。对，哦，有拿起来 OK 啊，就是靠智慧解决问题。对，那下次如果还要比这个的话，你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直接换他是不是？直接换人，直接换他是吗？可是我比较想要跟灵异前辈。哦、嗯，有没有发现？有没有人发现我今天背了灵异前辈两次？有，他有发现呢。你有被他有发现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我今天真的很开心，两次，我超开心的。对，我听到还有说，偷跑。灵异前辈在想什么？一定很开心的呀、啊。本来今天他们在问说，七月金山要变什么车？我想说，哦，可能可以去借物啊，或者是两年三角河。然后他们就说什么那？谁要就是吃那个面包，然后我们就想说啊，不是本来是一语吗？然后他们就说什么抱不起来，我背不动一语，借口啦，因为他太想抱你，对，随便一个借口，绝对不是真的一语前辈，就是稍微有一点，小时候你不要讲话，小时候可以一语可以去背人，但比如说我背不动其他。真的很可怕，我他背我啊，我是这样子在上面晃的，好可怕，好可怕。我想说算了，我还是怪很大的。那几次比了两次吗？我比了两次那个吃面包，是因为大家都想背你吗？这是我们最好的策略。高跟高的话，对，哦，然后还有瘦的部分，太轻。其实我平常不太给别人背，因为我觉得很可怕。因为我有一次就是给刘晓晴还有陈思雅背的时候，就因为他们身高比我矮，所以背我的话，我就直接在地上用拖的，背手脚直接碰到地板。没有，丽子，你再讲下去，他这很得意，你知道吗？我的脸上暴击，过度得意耶。对，而且我其实一开始就是那个吃面包的部分，我们彩排的时候有先试过那个，然后发现咬那个塑胶袋很。就是很滑，所以我就说，我就跟我们要咬那个面包，对，然后我那个有证据，就是他直接咬面包，他隔着塑胶袋把一块面包咬掉，有一个齿印，他咬下来直接咬掉那个面包，你还卡住然后扯下来，哇塞，那我们等一下那个面包就会拍卖，没有啦，不会啦，有。对，吃两顿烧肉了。对，我们加菜，烧肉加菜，有道理，对不对？有道理，烧肉完之后就吃甜点吃到饱。哦，好，完美的策略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聪明？以上都是我开玩笑的哦，大家不要当真哦。没有开玩笑。对，我这个人就喜欢乱开玩笑了，所以大家不要当真，这件事不会发生哦，好不好？跟大家说一下。其实也没办法，因为那个面包已经被林婷丽吃掉了。真的带回去吃了，他已经拿到货台去吃掉了，速度太快。
也是吼，怪怪的吼。你这样拿回去吃，很开心。是他等一下，我先澄清了解一下，他是很饿，还是因为又是那个？他保留很饿啊，因为很饿。哦，了解一下，了解一下，没关系，什么理由我都 OK。哦，哦，那最后再问一下好了，今天比了四项，虽然就是有很多很多细节，如果再办下一届，你们觉得想要留下哪一项？留下哪一项吗？哪一个？你下次还想再比？请把面粉去掉。把面粉去掉。对，我想要再比一次大队接力。对，哦，真的很好玩呢，很感动。想要三组一起。哦，对，三组一起去打的。我很怕你们互相伤害。不会吧？可能要找一个不要那么滑的场地。对，因为这个比较滑一点，我还是很担心你们受伤。而且我就这样看看。看看，然后我就说好晕哦，等一下，我不能这样看，好晕哦。真的很棒，我觉得你们大队接力就是燃烧，然后合作，然后真的非常非常精彩。我很开心，有跟我们聊了这么多。最后再给一个掌声给我们的所有今天的观众，还有我们的小兔老师，你好吗？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未成员请先到后台准备一下哦。Okay, 谢谢，拜拜。好，那我们所有成员呢都到后台准备。其实准备什么呢？但我不能讲得太清楚，但我觉得你们应该也都知道啦，对不对？还能准备什么？真的，哦，我应该在这里就好，是不是？我也觉得，都可以，都可以，都可以。好，那刚才呢？你们在后面有偷听到我们在聊什么吗？没有。那你现在很喘，对不对？我没有啊，完全没有。我们是专业偶像啊，一点都不。很有威严，很有威严。像那个很好的，他就是很照顾大家这样子。你看，柏林真是会。就万一我们今天如果没有第一名，你要不要带我们去吃烧肉？我们点个四盘就差不多，一人一片，一人吃一片肉，一个人赞助100块这样。啊，你要赞助我们吗？好啊，那就。这个我今天薪水就不用领了啦，好不好？全部汇给他们啊。洗劫你的薪水。然后我的账户在这边啊，请大家可怜可怜我，可以汇款到这边来。捐款，请捐款。对对对对对，捐款之后我会收5%的手续费，其他都给他们。那蛮高的。怎么这样呢？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欢迎大家多多捐款。对，到时候你再跟我们一起去吃。OK， 没问题。好，我吃5%。好啦，来聊一下今天呢，就是运动会很辛苦，大家竭尽全力。想了解一下呢，我们成员有没有今天有什么突破？突破？你们觉得你们今天有人有突破吗？譬如说，面面有突破吧？像刚才那个，从来没有跑步，真的成为面粉的面面。我真的，对，因为我的昵称是面面，但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在一个大庭广众之下做出这么大的突破。重点是面粉很接近那个地方，是不是？有没有面粉接近啊？跟你的面粉们就是那样的物理接近这样子。对，我真的很开心，因为大家都在我嘴巴里，我整个吃了一整口的面粉。面包超人就是他没有体力的时候是吃面包补充体力，对吧？是吗？那是换头，是换头，哎，那怎么换头？就是换一个桶。没关系，我直接投进去面面嘛，然后你没有体力的时候就换那个面面粉超人，面粉超人。我是面粉超人。你们讲啊？
进而已的突破。谢谢你们的贡献，因为我们没有人想要挑战这个项目。其实本来我是想要挑战这个的。可是我想说，啊，有面面的话，那我都没有，不能这样。这什么天大的误会啊！面粉的事情还是交给面面，交给专业啦，好不好？面粉比较了解，我们还是有些东西交给专业。没错，我们真的很会睁眼说瞎话耶。因为我们是 Uni Daisy， 啊，这是我们的强项，新的一个有新的定义。就我最大的突破就是刚刚躲避球的时候，有一球从我头上削过去，然后我坐下了，可是他打到后面的妮妮，因为妮妮以为你会接触，对，妮妮其实是他以为我要跌倒，所以他来扶我，结果他没想到我蹲下去，我硬了他一下，然后他就被球打下去，好幽默哦，感到十分的一个抱歉。柏林在那个躲避球的时候很厉害，对啊，对，可是我比较会躲，我刚刚发现我整场没有打到半个人。对，我也有发现，你没有真的打到人，但你丢球的时候没球看。可是对，我要丢的时候大家都是很气势很旺，杀气杀气。躲避球的时候，柏林是真的非常亮眼，就是让我觉得哇，这就是柏林，就是他会冲出来帮我们挡的感觉，很帅哎。像米娜就是负责躲的那一种。对，我是很会躲，我没办法接球。对，他真的很会躲，整场找不到他在哪。不要比躲避球好了，但是想说都来这么多观众了，大家应该想要看 Mina 逃窜的样子吧，所以我还是想去很努力跑起来。最后没有被打到吗？我记得好像对，我都没有被打到，很厉害，忍者。对，因为攻势越来越凌厉。嗯，我后来觉得大家杀红了眼哎，发生什么事情？每个人拿到球那个眼神都很可怕，放真格了，真的。对。我真的是这件事情，我就是特别觉得思雅。我吗？我以为你是那种，这个路线的。我不是，我不是，我是那种怕的那种。对啊，因为你被打到外场之后就开始。对啊，哎，讲我以前也不没有发现我是这样的人，我应该早点去外场。对，我应该早点被。就比起闪躲，对对对，你是主动出击攻击那边。我好像比较适合主动攻击。先找到了新的那个目标。我觉得你原本应该就是蛮适合主动攻击在那边的人。可是我也很好躲啊，因为我很小嘛，很矮。啊，没有没有什么什么矮最高。对，没有，我是矮的那一种。对对对对，像李梦纯就是感觉很容易被打到。对对，就体积的。其实我想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，讲一件李梦纯的事情，就是这个号码一啊，大家知道，就是我们可以自己选号码，我们自己选的。然后李梦纯他选了50号，几号？然后我们刚刚就在后面问他说，为什么你选50号？然后他就说，因为他是50公斤。什么都还没。
的时候，觉得哎、怎么好像跟练的不太一样，抓不到那个，大家太心急，对，啊、有一点。那我们用的绳子也是比较不一样的，对，哦，练习的时候跟这个不一样，因为大家同一条比较公平，对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人家偷偷用正式的练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别只偷偷练。我们跟原本的那个比较有感情，没办法，偷偷挑拨，比较有面子啊。开开个玩笑啦，不是认真的，抱歉抱歉。以上都是我个人的部分哦，大家自我抱歉。那个烧肉有到就好。哦，好，前面的说话，对，烧肉都听到了。我等一下账户会发在现实动态啦，好不好？拜托大家救救我，拜托救救我，哭起来。对，好，没有问题，烧肉嘛，少女那么可爱，我今天就是被治愈，大家有被治愈吗？是不是获得满满的能量？很开心，但是呢，明天还可以休息一天嘛，很好啊。然后礼拜一就又有再有勇气去面对现实的一切。不会啦，其实很常可以见到你们，对不对？对，有很多机会可以跟我们。我看到你们有很多公演。对，最近休息。但是我们接下来有一个更重要的、但是其实已经来不及宣传了，来不及，合照会的部分。对哦。28还来得及买，还可以，还来得及买。还在挤满，还有，还没买的举手，谁敢举啊？就有人敢举啊！就谁给你们的勇气？我也是想说，应该没人敢举。对，通常没有人会敢举。对啊，那个坐那么前面还敢举？等一下，弹弓就飞过去，就拿弹弓，然后把他的镜头打坏。超贵，镜头超人说不来合照还敢拍呀、对你先买合照位的，就你拿那么专业相机，你应该很爱合照、是不是？对不对？我要是你，我就买了，好不好？要是你，我就买十张，啊、每个成员十张。对呀、啊。那我们可以先说谢谢吧。谢谢。我也帮他们一起跟你谢谢哦，麻烦你了，还来得及买哦，等一下记得要去买，知道吗？你得到那么多贩子，他们五个集体跟你说谢谢，你还敢不买吗？你这样子的话是不是人？你说说看，不是，我记得要去。期待你哦，整个全力逼迫他。谢谢谢谢。好啦，量力而为了，大家还是要记得吃饭，不过吃饭完剩下的钱就全部都可以拿去合账了，知道吗？对。好，很开心，今天真的很开心，也看到我们的偶像不同的一面哦。那我们也谢谢我们的 Daisy， 谢谢，辛苦了，谢谢。希望大家今天有玩的开心。好，那我们每几个成员可以先回座位。可以，刚刚说那个加油棒就喷出来，就发生什么事？一转头，整个喷飞出来。好啦，没有错哦。那我们今天呢 ，Daisy 的成员为我们带来了这一首闪亮闪亮的歌曲。诶，接下来我们要欢迎哪一队回到现场？大家猜猜看。怎么那么整齐？你们有偷看 round down 吗？还是没有？好啦，没有错。接下来我们要欢迎的就是我们的 UNI这个破I'm not afraid to die.
谢谢 Uni Bell Flowers 带来的演出，谢谢。那么想必大家都知道下一组会是哪一组了吧？让我们一起呼喊我们最可爱的 Uni Sakura！ 接下来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是什么呢？